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哦，咱今天节目呢，跟大家说，当然呢是圣经里面真出名的一个人，叫做约伯、约伯哦。啊，这个人是哪出名？是带衰出名哈、哦，就是讲无大无小安尼，拄到足济足济安尼，真无幸运的代志啦，真不幸的代志哈。但是，想到这个人物藏在圣经里面，因为伊的遭遇也真有可能是咱每一个人的遭遇，所以我的标题写无声的痛苦。咱人活在世间，每一个人拢有无声的痛苦。啊，你讲外久痛苦一摆，逐日嘞，逐日嘞。咱的形容，当一个人起床了后，哦，起床了后一个看时间，哇，竟然都开始咧着急啊。咱无讲看到人讲，在啊起床讲啊还早嘛吼、哦，慢慢啊来啊呢，唔是。那依咱台湾人这么生活，学生在啊起来讲，竟然爱上学，上班族竟然爱上班，做妈妈竟然爱上好，爱做早顿，所以大家在啊起床啊，哦。哦，又是愉快的一天，除非你拄啊，只能讲去度假。啊，若无再起来，拢讲，紧嘞，紧嘞吼，要卖货啊，紧嘞吼。啊，一日出去领嘞，就开始塞车，塞车，空气歹。啊，搁再来报纸摕起来看，绝对即马差不多，逐日拢有即个杀人放火啦吼，即、哦這个死人诶，凶杀案件，逐日一定拢有。啊，若就算若无，即、這个政治人物惊咱想无聊，拢会制造个话题。把咱老百姓来较关心一下，啊无就冤家，啊无就小过，啊无就安怎安怎啊！即个政治台湾的政治的这多些是太悬了吼，所以大家拢关心即个政治的话题，罔看报纸，用报纸咧配早顿，迄拢消化不良啊！啊，即马搁再来，今日哦上课咯、考试咯、上班咯、业务咯，大家总总总，总到中昼时啊来讲，啊，即马搁来问一个正严肃的问题吼、哦，中昼要食啥？哈，唔知吼，敢、哦、若为着要食啥，逐日伫遐烦恼。即马中昼安尼个下昼下班到暗时要转去啊，敲电话啊，哎，我即马要转去啊，啊暗顿要食啥？你看，拢咧烦恼这物件咧。啊，即马转去咧，家囡仔看功课，啊，搁再来时阵，可能就要摒扫厝内哦。永远对一个家庭妇女啦，永远洗袂了的衫，永远做袂了的家务事，所以规个人安尼经过十几年安尼操劳落去吼。那个快乐的指数，感觉有够低个啊！你若讲头一两年还够有热情，还够有快乐，还够有乐趣，但是你若讲安尼经过十几年这种生活，到最后已经规个人已经拢无元气啊嘛，生活无趣味去啊嘛，无目标去啊嘛。所以现代人咱的痛苦差不多是逐日的痛苦，因为逐日拢是压力、压力、压力。所以现代人大家拢唔忙度假、度假，我当卖上班去度假，但是度假回来了哇！迄工课安尼积甲遮尼悬，爱去赶紧来赶进度，所以有个人真无爱度假，唔、嘛，因为去佚佗等下了吼，开一笔钱等下了，工课阁一大堆啦。所以讲，现代人，逐日都有足些痛苦的代志，痛苦是每日的代志，人讲叫做爱是每天的事，吼、哦。但是其实现实的生活中，痛苦是每一日的代志。咱来通过对对来，对金钱来，因为无赚钱袂使。你讲我做，我要一个月吼。四级当初安尼，就困难来啦，就困难。你一个月你的水电钱变怎？要有足侪其他费用变怎？所以后来现代人真巧，现代人研究出种生活方式。吼、哦，我即个看一个杂志咧报道，讲现代人研究出种方式，就是讲，我呢来算看我一个月到底要开偌侪钱。吼、哦，啊，会当卖开咱就甲弄啊省起来。有一个人就安尼计数，吼、哦，计数结果讲，伊阿公阿婆佮两个囡仔咧讲，一个月讲3万就有啊。因为我真够省嘞，一个月安尼3万有法度活起来。伊安尼一年的时间来计算，一个月3万，一年12个月，30几万、40万都会过起来啦。哎，你只知唔知哪过，咱是唔知啦吼。安尼40万，我若10年嘛，那400万。所以我只要即马赚400万，我就当10年免上班。这人真厉害。结果这人怎实行这个计划？伊计算计一年，第二年开始。从教育所起来执行，伊拢总安尼做五年来过这种生活，吼、哦，到第六年的时阵，伊工课辞掉啊，因为这个过去的五年，伊兼两份工作，吼、哦，啊赚互伊欠到400万，原来讲我会当10年拢唔免上班啊，10年拢唔免去上班，吼、哦，所以有这种人，但是真少数，吼、哦，真少数。大部分的人拢是为着经济、为着生活来痛苦啊！啊，所以当这个人安尼实行这个计划了，伊找到伊的人生，哦，所以后来伊的人生整个会来改变，因为伊的人生是一种计划型的人生。
但是这种人是真少啦，大部分的人有偌济都较开偌济啦，哦，未去想遮济，咱无迄个能力来计划咱的人生，所以大部分的人，咱的人生拢是真痛苦。你的工作真不容易，才做了，甲主管讲哦，我完成啊。主管讲啊，搞，辛苦辛苦。对后壁卡只偏个提一来，我来，安尼这里去交代你。你真不容易，才个用尽办法去完成。等下了，伊袂甲你讲啊，你放假今年免来，无迄个代志。伊绝对去找一个 case， 讲我这个 case 吼，难度愈来愈悬啊，甲你拍电动玩具同款啊。哦，迄第一关过了，第二关、第三关一定愈来愈难嘛，难度愈来愈悬嘛。咱人内面都是本性是安尼嘛，我们喜欢克服嘛，一直甲克服，一直甲克服安尼。所以咱上班嘛是安尼啊，工课哦，永远拢做不了，永远拢做不了。所以足侪人伊的人生安尼经过了痛苦，当然是痛苦，逐日都嘛压力啊，压力啊，压力，逐日一脚落尾时，现代人倒是个毛病。你若正经去检查，拢总毛病了了，全全毛病，偏头痛啦，吼、哦，什么脊椎酸痛啦，肌肉酸痛啦，吼、哦，什么脊椎侧弯啦，两骨无正啦，啥物毛病都有啦，吼、哦。内面有内脏的毛病啦，啊，外口有外面这个关节炎、风湿性吼、痛风咯，个啥物有诶无诶吼，皮肤病会热诶，过敏、哈痒啥物，吼、哦，凊彩讲讲诶尔，咱人活的世间实在是足侪足侪难处，咱人活的世间实在是足侪足侪无顺利诶，遮物件，所以咱需要了解，需要了解讲咱人诶快乐，毋是建立伫环境诶顺利，毋是。咱人的快乐是在苦中作乐，你知无？人的快乐是虽然有这么多艰苦患难，但是我犹原有法度通喜乐。所以咱看约伯记，约伯记伊经过这么多困难，到最后，当约伯经过一个过程，我强调，迄、那个艰苦痛苦是一种过程。当迄个过程过去了，约伯安怎讲？约伯讲，上帝我学了你，上帝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上帝你是伟大的上帝。上帝你的人生的拿刀，你的人生的计划实在是太恶劣了。我是跟一个幼稚园的人，我根本都看无。我是一步一步开始认识上帝，经过苦难了，我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看法。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所以我一直强调，约伯记跟咱讲的重点就是：人生不是来解说，人生是来体验的。所以我咧讲，我有一个回忆无，我跟你讲一个。家己去讲弄这个安全岛吼、哦，分隔岛啦吼，家、哦、己去弄车好。当伊手术了去啊，看的时阵，伊坐底下伊讲啊，全新的体验，全新的体验。以前从来唔捌体验到这种经验，倒伫门上拢袂当叮当，哇，迄敢若只比死更加艰苦。从来唔捌体会，这种全新的体会，药病嘛是同款啊。药病失去接受了后，到最后，到最后，伊的人生有一种新的体会。伊甲上帝讲呐，讲上帝，我感谢你呢。一开始是埋怨呢，巴不得家己先死死去呢。但是那是过程呢，迄、那个经过呢，过了像咧生囡仔同款。你生囡仔要生产迄个过程，我都会作听啊。阮教会一个团队吼，因某安尼头一胎要生囡仔，阮教会青年人真好笑，问讲啊，你俩啥日特别生啊？你大家等下讲，钓你你就知，伊讲我永远唔知，因为我是查甫的。因为呐，钓你的时候你就知啦，你哪会知？迄阵痛嘛。五分钟听一摆，过来三分钟听一摆，过来两分钟听一摆。你阵痛的频率就是跟你讲啊，特别声啊，特别声啊。啊，你然后你家己会有感觉啊，特别声啊，我都开始听听咧，哎，到要死去啦吼。但是迄种是过程咧，现在是有这种痛苦，为着一个囡仔要出世。所以当咱忍受这个痛苦了后，迄、那个囡仔出来啊，你的痛苦就结束啊。哦，所以阮教迄个团队吼，哦，偌好命嘞！伊个上帝记得讲，上帝哦，我生囡仔吼，足痛苦的吼、哦，你安尼温胎吼，我今日袂当超过三点钟啦，吼、哦，你啊帮助我会当三点钟嘞，即、這个婴儿当生出来，结果真正嘞，虾米生咧变数嘞，啊，都已经讲特别啊特别送去病院，足紧嘞都生出来啊，吼、哦，啊生出来了，哦，足好个，我去病院看的时阵，讲蛋白啉鱼汤啦。我讲你啥？你是到底生出来变咧？那看起来咧足轻松，伊讲就是生了，唔是系足轻松。生了吼，他妈临痛，感觉一切痛苦拢过去啊，未够再听，不会再阵痛了，吼、哦，未够再听。啊，伊讲感谢上帝，约伯的一生就是安尼。约伯一经过这个这样一大一个打击，这样痛苦，咱叫做危机嘛，危机大测试嘛。经过这样大一个危机的考验，等迄个危机终于过去啊，约伯。整个人都改变去了，要比以前的埋怨都没去了，这时候跟上帝说，上帝我感谢你，上帝你真伟大，哦，上帝我要来敬拜你，
迄、那个规个对人生的体会，拢完全不同款去。所以咱人活的世间，我讲吼，每一日拢会有烦恼，这是正常。你千万莫甲上帝讲啊，上帝，我逐日卖遮些烦恼的代志，迄是无啥有可能的代志。哦，你若真正你拢无遮代志通无用的时候，你会足空虚的呢。你等到你会讲，我到底我活的世间有啥物意义？人活的都是一定爱担一个物件，迄、那个物件叫做责任。人活的世间都是一定爱担责任，担责任都是一种艰苦，但是这种艰苦是一种甘甜。是一种甘甜，所以当约伯经过这些困难了，伊过去了，伊讲啊，我的人生是足好，哦，我的人生会当经过这段，那要搁重来，我唔敢，但是已经行过来，讲我真老，这个什么感觉？你知道？啊，高空弹跳感觉啦，啊，迄那跳过人讲叫你搁跳一摆，实在是会惊嘞，但是跳过人讲啊，我终于跳过了，吼、哦，所以人一张证书伫遐，哦，掉咧掉讲哦。我捌跳过，人讲啊，你跳是啥物情形？哦，咱就解释互听，安怎安怎？哦，当时偌悬偌悬安尼。我交一个青年去迄个奥克兰啊，去迄个纽西兰吼，去人个真正人个高空弹跳是足悬个所在。讲一开始是，我要跳，我要跳，我要跳，足欢喜。等个爬起来讲，好高哦，救命啊！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！真正要跳也是唔敢跳啊。阿公伫个头顶安尼，皮皮穿你敢知？你准呢？你准呢？真正会惊呢？足惊啊！人个话，摔落去，安尼跳落去，伊讲哦。唔敢，唔敢去跳，我要惊死，唔敢。但是，唔敢，但是这个代志已经经过了，壁顶面打一张证书，高空弹跳，哦，捌跳过，哦，你会讲形容讲，迄阵要跳算偌惊嘞，佮安怎安怎？但是一切呢，拢过去啊。若要叫你过一摆是唔敢，但是经过的人，迄、那个滋味，迄是无法度通形容的，迄是咱唔捌去的人，无法度通形容的，哦啊、我老三是将来未去欣赏这个高空弹跳的这个经验，因为我有惧高症。吼、哦，你来徛在这么远，你看到去，你讲，大家拢在开始在欣赏，所以你唔免甲我讲，你唔捌有这个经验哦。我是完全未欣赏的，但是我意思就是讲，人生这条路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。咱做些无好的代志，问讲要搁一摆，无爱啊，无爱啊，无爱，绝对无爱啊。我车祸要搁一摆，无爱啊。但是经过了后，感恩啊，哦，感恩啊。你若迄落捌了钱吼，到处了钱，迄落从倒回来，迄落捌过去捌落经济压力个，你讲过一摆好无？哦哦，惊着惊着惊着。但是迄、那个经过的过程，对伊的人生是毋是一种祝福？绝对是，是好还是歹？是好，是好。哦，人生经过这物件，迄是一种祝福，但是是无定来的祝福，无定来一摆就好。哦。所以用安尼甲大家互相勉励，人生有真侪艰苦患难，但是唔忘一切的苦难拢是将免定来的祝福。哎，咱休息一下，等下了继续谈这个问题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、哦、来老三跟大家所分享就是圣经约伯记里面约伯他所经历过的，我们可以说给他一个结论，那个结论就是不用定来的祝福，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，但是一次学到很多东西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人生人一生只有一次而已，国小一次，初中高中青春大学生一次而已，你过了，你即马阁回头，阁想，干来当用想尔，无法度阁再顶头来啊。做老爸嘛是一摆尔，嘛是一摆尔，哦，是这个囡仔甲伊个关系一摆尔，伊个青少年、伊个儿童、红眼时期，迄拢一摆尔。虽然一定要想清楚，到底这个一摆要未发生之前，咱应该爱安怎来安排？所以的确都爱好好啊珍惜，的确都爱好好安排。自己的人生，因为人生是只有一次，无法度定头来，所以在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看到讲人，什么叫做福气？咱对约伯记里面有一个新的思考，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思考。什么叫做福？遭遇并不是决定好坏，是咱的心来决定这件代志会好甲歹，是咱的看法。一个有积极的看法的人，就算无好的代志，伊嘛会当得到一个正面的结果。一个消极的一个人，一个自闭的一个人，一个个性无健康的人，环境佫较好，
伊也唔知影当去享受，伊也唔知影讲爱去感恩，这是个性。虽然严格讲起来，咱对约伯记里面所看到是约伯的一个非常健康的个性。什么叫做健康？健康头一个，拄到患难的时阵，伊无掠讲，拄到这突然来的这惊吓，伊并无和这患难拍倒。所以圣经嘛是安尼讲的，哦，讲迄个汹汹来的惊吓，你唔免惊，哦，你唔免惊，你爱调在约伯头一点，这点有做到。过再来，第二，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。所以经过一段安静，吼、哦，经过一个悲伤期，搁再来，伊经过另外一个开始爱争论，开始来相争，开始甲朋友来谈论，开始面对四周围压力，面对别人的看法，搁再来，伊面对伊对伊家己的形象，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我现在拄到种代志，伊家己重新来思考，面对家己，又搁是一个新的突破，到最后的时阵。伊对上帝献上感恩，讲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安尼我即马知影，安尼我了解啊。哦，人生我学真多，这就是咱每一个人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一定会遭遇到一个过程啊。所以这个过程中间，当咱过了，你会真正亲像咧爬山的人，迄、那个爬山的过程是足艰苦的。但是当你爬到山顶，看迄个风景，哦、你会感觉讲实在有够好，实在真值得过去迄段时间的努力。迄、那个爬人是安怎？奈这样要吸引力，叫人过一摆去爬的攀岩啊，吼、哦，爬山，就是当伊爬到上关的时阵，伊有看到伊过去艰苦的迄个过程，迄、那个分野伊拢有看到，所以伊会感觉讲安尼才是有价值，吼、哦。所以我想人生唔是咧看结果，是迄个过程，是迄个过程，吼、哦。因为过程中间有真侪难忘的代志，你若要看结果，其实是无结果啦。你一个人一生中间，你赚一千万，甲你赚三千万，甲你赚一亿，甲你赚三十亿，其实是同款的，因为迄种物件拢袂当带走的。哦，所以主要从迄个过程中间，咱敢有享受咱的人生？我看约伯，伊实在是有享受伊的人生。咱对约伯甲伊三个朋友的对话，这三个朋友代表三种无同款的角度，哈、啊，有代表一种的传统的观念。其中有一个朋友代表传统的观念，一个朋友是代表法律律法的观念，吼、哦，对一个非常教条的观念来看，讲你一定受罪。所以约伯甲伊朋友安尼讨论，这个讨论的过程也帮助约伯搁一摆澄清，到底我的人生是什么款的人生？我的人生敢是因所讲的迄种人生？我的问题敢是因所解说的迄个现象？经过这个澄清的过程，约伯呢真清楚伊的人生。所以我是要对大家亲爱的这个观众朋友提起，就是讲，上帝给咱真侪机会，给咱来了解咱的人生。上帝给咱有足侪机会，给咱会向家己来体会，讲我所过的人生，甲人别人所过的人生是无同款。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是属于咱家己的。哦，你免甲别人比较，讲我要学伊安尼，我要像伊安尼，哦，因兜真好个，拢甘蔗金汤匙啊出世的，迄无啥好学的。人生是一人一种。咱也家己会用去找到咱的人生，因为我看足侪即个青年人吼，即马活伫即个时代，伊拢袂用去找伊的人生，伊也唔知影讲伊的人生要行去倒位去，伊也唔知影讲伊的人生倒位有价值，伊拢总唔知，伊找袂到迄个看家己人生的一个角度，角度若找无，你咧看的时候，你看袂出啥物美妙的所在，你看袂出其中的奥秘，但是然后你一个角度，用圣经的角度，用约伯的一个角度，那最后你敢知影？上帝大大赐福给约伯。圣经记载讲，约伯伊伫后来所得嘅福气是超过伊所失去嘅，伊嘅财产比以前佫较侪。上帝也真奇妙，加天下当予伊有儿女，伊嘅儿女也比过去呢也佫较侪。所以一个充满了敢若讲悲伤过程嘅一个悲剧，约伯记确实有一个喜剧嘅一个结尾。迄、那个结尾就是约伯所失去嘅。伊拢得到回来，但是咱坦白讲，有得到回来，无得到回来，已经无重要。我相信，当约伯又阁有足侪财产的时阵，伊对财产的看法甲亲情无同款。当约伯又阁有真侪只囡仔伫身躯边的时阵，伊对亲情、伊对生命的看法、感情也拢完全无同款啊。所以咱来当讲笑吼，讲到最后约伯记的结尾，是可能约伯徛伫风中。
风安咧扇，啊，伊穿个长衫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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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，又别徛伫遐，可能是安尼，头捏45度牙关关，吼，啊，双手摊开讲，我的一生像风咧吹安尼吹过来，迄个风中带来我过去真侪甜蜜，也真侪痛苦的回忆，风一阵一阵吹过，往事也一幕一幕，像咧搬电影安尼。对伊个眼睛，安尼啊，安尼走过，安尼走过，安尼走过，吼、哦！啊，伊一生安尼经过时，突然间感觉讲，吼、哦，我一生来遮尼丰富，我来遮尼福气，我来当经历过一切遮个物件，无论是好是歹，要别到最后，伊得到结论是肯定的。无论伊身躯边物件是侪也少，伊是富足也是伊是善，我相信这对要别来讲已经拢无重要，但是。上帝有完心术给他，因为上帝自头到尾一直都是一个祝福的上帝。魔鬼在哪里？约伯记开始有魔鬼，到后面魔鬼没去了，魔鬼没去了。当上帝的人间显明的时候，我们已经魔鬼自然就自然消失去了、哦、所以我们以后在上帝那里，你不用关心说、欸、魔鬼在哪里、啊、地到在哪里，我想要来给他看一下，来给他参观一下，那门票一张不知道多少钱。我跟你说，当我们真的跟上帝做伙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不用再去关心魔鬼在哪里了，那不是我们的事了。所以用安尼甲大家分享，咱后一集是要必须最后一集个完结篇哦，吼、哦，所以请大家记得后一集爱收看老三的节目，多谢。人生最大的欲望就是徛伫台顶的时阵，雄雄袂记你家己要讲啥，哈哈。一个牧师讲叫做约翰。伊就是有一摆有这个经验啊，徛伫台顶了，啊奇怪，我漳州哪会无去啊？啊，但是啊，我雄雄要想想讲，我今日要讲啊，我准备遮久，我要用个经文，啊，我要记个咧，啊，奇怪，煞拢完全想袂起来。这时伊真惊，只有拼死命祈祷讲：上帝，上帝，赶紧，赶紧啦！即马要讲脱，我也唔知影我要讲啥。突然间，伊脑海中出现一幅个画面。这幅画面呢，就是但以理哦，伊三个朋友为着信仰，从单位回去的故事。啊，牧师无阿多啦，事到如今也只有赶紧讲这个故事。结果故事讲了了，伊才知影讲，原来上帝为美好的旨意呀、啊。哦，小老三，你是讲有人徛伫讲台顶，未记你家己要讲啥？然后上帝怎将这个画面藏在脑海中？上帝引出伊讲出另外一篇道来吗？对，就是安尼。后来散会了，伊才知影，原来伊其中一个会友啊，伊先生呢也无认捌上帝，真反对伊来教会，所以就个恐吓咧，讲你若搁去哦，我来要甲你害死啊！里面伤过分了吧？因太太无做啥，只不过去做礼拜尔。你要甲台死哦？用刀甲台死哦？不是，因这个翁是做面包的一个师傅啊。伊讲你若搁去教会吼，我要将你送入去我的行面包的行路，甲你行互你死。哦，伤残忍了吧？将因太太送入去行路是到底什么深仇大恨啊呢？啊，这个太太真忧愁。经过祈祷了，伊又完决定啊。决定要继续去做礼拜，哦，勇敢，安尼真正有勇敢。因安尼个恐吓，伊还阁唔惊着对。一日，伊来个教会，就拄好听到牧师咧讲，但伊的朋友为着信仰，从单位回去。但是，这段故事爱刘三你来讲啊。哦，对，这段故事你若较早咧看刘三讲过，拢嘛知。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，吼、哦，伊是巴比伦的王，伊就将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带回火坑，因为吼、哦，伊捌下一道命令，讲除了伊以外，袂当拜其他神。但是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唔惊嘛，所以怎啊开带回火坑？结果想袂到哦，竟然伫内面咧散步啊！哈、啊，带回火坑温度这么高，连迄个咧更衣的人更加遐都休息啊，讲因三个竟然讲无死啦。所以这是圣经足出名的一个故事，哎，佫刷来互你讲。对，迄个一个约翰牧师讲这段了后啊，哦，因教会这个姊妹流着目屎，牧师讲牧师，
你今日去所讲的就是我的需要，因为今早起我出门的时候，阮翁甲威胁讲要甲我烧死。莫所以阵才知影，哦，为何上帝启示伊这个画面啊？所以对这个朋友讲，阿、啊、来你免惊。上帝既然今早起将我准备好的工厂甲换掉，必然上帝保守看顾你，来平安倒转去吧。后来，这个姊妹回去了后，因翁吼足歹，徛伫个门口口咧，举一支刀啊！哦，举一支刀啊！真正真正，安尼，我咱报纸捌看到这个新闻，足恐怖呢。但真正无发生命安尼，放心啦。举一支刀啊！你阿咧等恁太太，伊若看到恁太太时，因翁煞全跪咧，讲太太。我真是的，原来是的，这么样粗鲁，这么样无礼数，这么样凶残的一个人呢？我实在不对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也要请上帝来原谅我了。安尼小老三，咱来探听一下吼。迄日唔知因某是煮啥好伊食吼，好久呢，这么好安尼哈。秘方无少公布一下吼，我看咱足侪咱这个观众朋友可能拢需要这个秘方吼。从这个兵讲，那煮这个早顿，我咱安食食，看会变好阿咪？当然唔是咱人的功劳啊，这是上帝所做奇妙的工作啊！所以你的确要相信，有时阵上帝会做一挂足奇妙的工作，可能是咱一时也无法度了解哈、啊，好好体会吧。好了，好，这集继续来讲啦，拜拜咯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哎，咱出来要胖哦，吼、哦。看迄到底迄巷路偌大，有法度真正规个人塞入去巷，行行行。